生情劇場告別我的戀人們第二集。告別我的戀人們，誰沒有得到更多，創錯得可換味，未留下也算好結果。擦亮你的也擦傷我，難捱亦值得被輕可，忍痛著切磋，只貪求下個更好過。總會復原吧，痛快得快樂嗎？曾經風吹雨打，才對得住炎夏。要是從未傷心到害怕，沒有承受過多少牽掛，又怎證實感情開過花？又怎容納下過他？告別我的戀人們第二集，我是鸚鵡青蘿蔔，青蘿蔔。话说我主人方医生就在我面前见翻我好耐冇见嘅女主人月月月月，佢哋已经四年冇见，四年冇见，偏偏我位好飘嘅女主人忽然出现，话会去丹麦，丹麦呢、这个迟咗四年嘅分手告别，令到方医生比屎更难受。喂，我陪你跑成粒钟啊，大佬。喂，我谂清楚啊，我陪你跑啊，我唔系陪你去死啊，啊？你走先啦。我走得喐，我唔使喂你啦，系咪啊？喂，跑到咁行，你唔好咁样坐低啊。我唔系坐低啊。我是晕低啊！喂，点啊？喂，丧尸咁跑啊！唔想屈就讲啦。今日月月搵我，咁坚，仲坚嘅系，佢话佢听日飞丹麦，唔知几时再翻嚟。咁即系点啊？唉，唔知啊。咁即系60米车撞低你。唔知你仲未死得，倒车再碌多一转啊！咁即系佢以为我呢四年里边仲等紧佢，冇死心，所以佢嚟碌我。我唔知道啊，同佢唔熟嘅，我净系而家先知道你仲坚咩啊？你一只好有 passion 嘅曱甴咯！喂，想点啊？你讲咩啊？哇！俾人碌完再碌都唔死、啊，全球唯独系曱甴先咁命硬嘅啫。吓、啊，我个样子好惨啊！几啦？喂，你又走去边啊？喂，哎呀，喂，我真系抽筋啊！喂，哎呀，呢度抽嘅喂。告别我的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碗嘢啱饮，即刻同我饮晒佢。哇，黑蒙蒙嘅，咩嚟啊？毒药啊，人道毁灭啊，费事见到你眼冤啊！多谢。学人喺天桥上面大嗌，嗌到烂晒声，样衰靓，俾我督爆，以为自己好英啊，做韩剧啊？家姐，有咩讲啦？敲咁耐门，打摩斯密码咩？系任小姐早到咗，佢话听到一号风球，惊打风过海会塞车啊，所以早咗嚟。问方医生可唔可以？可以，叫佢即刻入房换衫。你望咩啊？好饮啊！工作系忘掉痛苦嘅良药啊，做唔闲。唔该，我都系件行李，仲有本来订咗 window seat， 我想换 out seat 啊。睇下先，小姐，你呢班系今晚10点几嘅飞机，但系啱啱改挂3号风球，天文台话个风会吹得好快，好有机会黄昏会挂8号。
咁即係点啊？班飛機好大机会会飞唔到。哦，唔紧要啊，我早啲入机场等，话唔定个风会转弯，吹去第度啦。OK。个台风有机会转弯，但系我冇。今次离开，我乜嘢都抌晒。上个礼拜交嘅租约都满埋。如果真系打风，我都只系可以拖住行李去瞓时钟酒店。但系我要悭钱，同埋我相信机场嘅大堂会舒服啲。三姐。嗱，你要嘅呢个20张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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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演唱会飞，打风都送飞过嚟，点啊，江仔，你惊心姐挞数啊？唔系，你不嬲对啲客好细心噶嘛，咁啊，梗系越早俾飞佢哋，你越有 face 啦。我入去写张 check 俾你，基基斟杯安神茶俾江哥。喂，我预咗你实仆啦，想得嚟预咗咯，你啊！将我琴晚啲嘢讲晒俾我家姐听，你有冇搞错啊？你大佬啊，佢 hold 住我廿几张演唱会飞，成皮几嘢啊嘛！同埋啊，你系知你家姐真系关心你啊！啊，而家系月月狠撇你啊嘛！你家姐守护你啊！我唔想你哋再理我啲嘢，唔该你哋俾啲空间我得唔得？你讲嘢咁似啲明星嘅，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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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萝卜。喂，车老伯，你同你主人通灵啊？吓，识夹过嘅。方医生，吓、啊，仲有一个钟头就会挂八号风球啦。入面 Miss Tong 同换紧衫，佢都赶住走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都跟埋一齐走啊？我哋唔想同人逼地铁啊，方医生。即系我见你哋都孭晒袋起身啦，你哋过嚟都系当我打卡机嘅啫。得啦，早啲走啦。拜拜，老细。个风嚟得咁快，啲飞机实冇得飞。咩啫？你逼我做咩啫？我只不过系 read 到你谂紧嘅嘢啫嘛，咁顺便咪噏出嚟啫。阿江讲得好啱，我正正喺个登记簿上面揾翻寻日天月留低嘅手提电话。可能我个样太鬼鼠，连低 B 江都睇出咗。Sandy， 黐窗啲胶纸，条条短切切，点防风啊？小姐，乜嘢系短切切啊？家姐啊，唔使黐都得啦。呢排你黑仔啊，知唔知？唔好唔信邪。唉，你喉咙吉满晒针，就唔好周围行啦。个 Sandy 论尽到死，撞到你啲穴位，你死得噶啦。我冇事、啊，你睇，我仲可以再。插入多少少，左溜溜右溜溜，把声清晒，好核突啊！哇，你做咩喺度整饭盒啊？喂，我唔觉得你有心情过嚟同我同阿妈食饭，费事阿妈喺你伤口撒盐啦。晚问你女朋友去咗边，虽然佢系老人痴呆，但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冇事、啊。唉，其实你有事，我都帮你唔到。女人要走，十条锁链都拉唔翻佢翻嚟。俾佢睇到你死狗咁嘅样，佢咪当你唔系嘢咯？拍拍手就闪咗去，谂都唔再谂起你。你拍咗四年，等咗四年，佢要你死，你都要死得有台型啦。沙爹，攞埋少爷啲衫过去洗，婆婆仲要冲凉啊。O、okay. K， 家姐同姐夫离婚。在我们面前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他很有台型，他不能够接受背叛，人家一言九鼎，他有90个鼎，所以他一直很照顾我和妈妈。月月就是因为不懂跟家姐相处，结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条无形的刺。你家姐不喜欢我？唔系嘅，人人见到佢都系咁讲嘅，好似阿江咁啊。以前好惊佢噶，但系熟咗之后咧，嗱，我记得有次阿江个妈妈入咗医院，阿家姐系日日煲汤拎去嘅。我家姐个人咧好慢热嘅，嗱，不过热咗之后佢唔会退嘅。但系佢望住你个气场系绿色，一扫到我，成个变成红色。
喺天元眼中，我哋个个都系变色龙。我唔知佢真系见到我哋好似圣诞灯色咁会变色，定系佢只系攞个籍口讲出佢心入面喜欢同唔喜欢嘅人。我从来都冇问过佢啲颜色气场到底系真定系假，因为我从来冇谂过佢系咁介意我家姐嘅感觉。我从来都知道自己生成一条荆棘命，做任何嘢都唔会顺风顺水，所以嚟到机场果然系打暴风球，啲班机全部停晒航，我都冇惨叫，但我冇谂过瞓喺梳化会俾嗰个超黑人憎嘅细路仔突然之间一巴咁样打醒我，买嘢食又俾啲人成杯可乐倒晒上我件衫度，然后无啦啦又呕咗几次。我感觉我系唔会去到丹麦，而系会就咁样死咗喺厕所格里面，唔知系辛苦得滞，定系我呕到眼都花。喺我行出女厕嘅时候，我嘅电话竟然有16个 miss call。嗯，有响，边个去揾我？喂，喂。喂，你接电话？点解头先你唔听电话嘅？我听唔到电话响啊！点解你面色咁差？面色？我即刻望下个电话，上面除咗数字，根本冇影像。你唔舒服啊？点解你睇到我啊？因为我嚟咗揾你。早已复原吧，会爱得更易吗？因为呕得太紧要，我已经无力再分究竟我是幻觉定是发生紧啲咩事。我只是用力咁样捉住数学对手，然后我才肯定佢真系企喺我面前。乐与苦同样无价，我们也应感激这些爱的代价。我嚟到机场，开始系咁打天悦留喺我医务所嘅手提电话。只要俾我听到有电话响，我就会揾到佢。明知系博，但系我一直打，每打一次，我就更加想揾到佢。上次佢忽然失踪，咩都冇留低，好肯定佢根本唔想我揾到佢。但系今次，当我喺诊所登记册上面见到写低咗一个电话号码，我知道我仲有一个机会。就连个台风都突然吹得咁急咁快。我就知道个天都帮我，等我可以问清楚佢。要是从未伤心到害怕，没有承受过多少牵挂，又怎证实感情开过花？又怎容纳怕过他？系你留低咗个电话号码俾我，系我以为自己会飞，先至会谂都唔谂，登记嘅时候唔小心留低。如果我真系咁唔值得你留恋，点解？点解你又会出现啊？留低多少个疤，才爱出一个家？学习成熟也因天真过，乐与苦同样无价。日年少怎欣赏那首爱的代价。告别我的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云尼钟情剧场告别我的恋人们声音演出，古巨基是方树学，杨彩妮是林天月，麦玲玲是方树心，阿 V 是基基， Amber 是小琴，森美是光仔，做吧，鹦鹉是青萝卜，做吧，编剧邓杰明，监制制作 German。 告别我的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下星期一再会我的恋人。